要拜访哦。来了来了，这排队都要排满了，真的有时间排队。请排队，请排队。慢慢来哈，人很多哦。大家慢慢来，找啥来啊？人都慢慢来。
信奉520，在昨天，台湾新一任的总统赖清德先生已经正式在就职。我想这是一个新的政府以及新的国会，国人殷殷期盼，在未来整个台湾有明确的方向，政治能够更加的连结，政府更加有效能，让过去所有的这些，不管是相关的弊案也好，腐败的行为也好，能够在新政府里面不再来发生。而全民殷殷期盼，也是民进党过去一贯的主张，让国会有能，人民有权，让我们整个国会改革、听证调查权都能够来落实。在上个礼拜五，我们已经正式啊来进行逐条的决定，也通过了部分的条文，预计在今天渴望全部三读通过。我们很高兴的听到赖清德总统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就不会有冲突发生。我们再一次的相信赖清德总统对国会殷殷的期盼，也期望执政党当家不闹事。今天国民党团从半夜到天亮都在这里排队，我们依法依规，国会有国会的秩序跟尊严，我们完全按照游戏规则走，在这里来排队。我们国会的民主是架构在制度上的，我们在这里依照国会的游戏规则在这里排队。我们也很高兴的听到赖清德总统说，要有程序正义，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在司法委员会经过逐条的讨论跟询答，但民进党却提出了40多次的散会动议。我们虽然看到民进党提了这么多次的散会动议，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还是希望经过委员会的正式的审查、逐条的讨论，也经过委员会的招委吴宗宪先生召集的协商也顺利完成，也经过韩院长3次的召集国会改革相关的朝野一起来讨论，今天所有的程序正义都已经完成，而且在院会逐条处理的过程当中，也都有让立法院的委员能够来发言。我们再次的希望国会是一个新一代的政府跟国会，我们不能再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国会传奇，更是运动天地的头条新闻。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带领一个崭新的政府、崭新的国会，让国人耳目一新，让这些过去民进党一再强调殷殷期盼的国会改革的法律能够尽快的顺利来通过，让国会有能，人民有权，让所有的贪赃枉法能够明确的让国人都看清楚。再次的希望我们崭新的展开新气象，在这里再一次呼吁民进党能够遵守我们赖清德总统对全国国人的宣誓，一个民主的国家就是要照制度走。再一次啊，希望今天在全国国人面前看到一个崭新的国会，也希望民进党待会过来的时候能够排好队，我们一起啊愉快的进场，我们井然有序，让国人为我们一起来按赞。这一次负责任的，昨天晚上就已经在一场前排队，我们争取能够进场，今天早上9点顺利进行议事，让院会能够顺利召开。
国会风云现场带您看到的是在立法院今天一大早不到六点钟，那么当然了，许多的国民党立委都已经来到了议场门口。那么当然了，今天是国会改革的第二站。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呢，现在是国民党的立委洪孟楷呢正在讲他们等一下可能会有的战术，甚至是讲到希望民进党立委不要再插队跟动粗，一起来听听看他怎么说。尤其是昨天赖清德总统刚就职完，今天是第一个国会开议日，你们要呈现什么样的国会给全国人民看？再者，国会改革就是监督正义，国会改革就是监督正义，国会改革就是监督正义。立法院是最高民意机关，代表人民来这边监督行政部门。过去行政立法失衡的状况，一党独大，让立法院变成立法局。现在我们要拨乱反正，监督正义，代表人民监督行政部门。我们让好人更好，但是让坏人更坏。阳光国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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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有能加油！人民有能加油！人民有能加油！国会有钱加油！国会有钱加油！国会有钱加油！台湾台湾台湾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相信啊，国会改革是台湾人民期待已久，对于我们整个行政立法两者之间的监督制衡能够健全，非常重要的改革工程。国会改革这个对于台湾民主至关重要的改革工程，民主进步党已经跳票了八年了。跳票八年的民主进步党在上个礼拜五竟然持续的用暴力来阻碍整个改革法案的审查。我们可以看到上个礼拜所出现的乱象，当院会已经进入了法案逐条的审查讨论的时候，民进党持续的在做认知作战。法条明明就摆在民进党立委的桌前，院长也依照了议事规则来宣读，但是站着麦克风的民进党立委依然继续欺骗台湾社会，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不知道在表决什么。请民主进步党停止这一种巨婴式的闹剧，也请民主进步党停止用暴力来阻碍改革法案的推动。今天台湾民众党会以最坚定的态度跟行动，我们希望针对我们所提出来的国会改革法案能够进行逐条理性的讨论跟表决，希望民主进步党不要继续的试图透过暴力的方式来阻碍整个议事的进行，不要一手喊着我们要讨论，另外一手却在阻碍整个法案逐条审查的程序。国会改革法案是台湾民众党在去年选举的时候，我们所有不分区的立委所提出的共同政见，也是我们第一场政见发表会的内容。在今年大选结束以后，1月15号上午，我们所召开的第一个台湾民众党新的党团记者会，主题也是国会改革。在推动国会改革的道路上，台湾民众党会秉持我们的初衷以及跟所有选民的承诺，坚定的向前行。对于啊，今天场外可能有表达不同意见诉求的团体跟个人，我们都表示尊重。毕竟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讨论请本于事实，
所有的讨论请本于事实，也呼吁民主进步党，也呼吁民主进步党不要继续的再散播假讯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民进党跟他们部分的侧翼竟然在铺天盖地的散播假讯息，散播什么假讯息？包括说我们上个礼拜五是在审查两兆的前坑法案。拜托民主进步党，看看你们桌上的条文，上个礼拜五台湾民众党提出优先审查的三个法案全部都是国会改革的法案，全部都是国会改革的法案，请不要继续造谣生事。那些造谣的人造谣完了以后被打脸了，结果呢装作没有事就跑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不是台湾社会所应该有的民主审议的内容。特别是在造谣的图卡里面竟然还有说一般的人被传到国会来，如果让国会感觉不满意会面临刑事责任。我再说一次，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我相信每一个公民都有很好的识读能力，大家把法条摊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民主进步党在散的那些图卡是典型不折不扣的假消息，典型不折不扣的认知作战。上个礼拜六我们在台湾民众党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我已经公开请教过他们，请问哪里黑箱，说清楚讲明白，不是想要帮人家贴一个黑箱的标签就想要能够达到造谣成功的目的。台湾社会不会被你们这样的谎言所欺骗，到底哪里黑箱站出来说清楚讲明白，到底哪一个条文毁宪乱政站出来说清楚讲明白，而绝对不是用这一种我们所最痛恨的认知作战的方式。一个堂堂的执政党竟然自己在国内散播假讯息，让人不齿。我要特别提醒民进党跟苗博雅议员，不要再造谣生非，不要再造谣生非，特别是花东的三个案子，517没有要审，今天也没有要审，更没有两兆的问题。花东的三个案子，除了花东快有提到特别预算2500亿之外，根本没有任何提到钱的问题。而且台湾民众党非常重视财政纪律，所以花东快这2500亿在民众党反对之下也没有过，而且在协商的时候都很清楚的，517不会讨论花东三案，今天也不会讨论，这要等待新的交通部长上台之后协商之后才会讨论。今天的议事重点是在国会改革的案子，三个案子。希望哈，那个民进党不要再伤兵了。希望国民党哈不要再那么粗暴。他们每一个人都带了一大堆护具给洗头啊，然后一直想要一副要打架的样子。我真的慎重呼吁韩国瑜啊，立法院是韩国瑜在当家，多数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是多数，多数的这个立法院竟然还用这么粗暴的方式，真的是丢人现眼。不但是违反民主程序，还要强势碾压少数，这真的是哈韩国瑜哈的历史罪孽。我们今天还是保重身体。上次的表现，党内有称赞吗？
上次战力蛮强。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各自有表现。我们里头其实像林俊宪，其实满脸都是伤，只是你们没有拍到他而已。他的嘴唇都肿起来了。俊宪也是很拼搏，大家都很拼搏，不是只有我而已，只是我跑得比较快，大家都看得到而已。哦，可能要经过上一次，这一次有给党团什么建议吗？没有没有，党团的建议是集体行动，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建议的。不过我们会后续还会做一些后续的讨论，哎，一步一步的营运。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心哈，谢谢，谢谢哈，谢谢。进步党团51位立法委员，我们坚定地站在这里，我们代表台湾人民，我们要控诉国会的黑箱，我们要控诉退步反民主的国会运作。今天我们大家头上绑着民主已死的头巾，我们手上拿着的是反扩权反黑箱的沉痛诉求。上周五我们都看到了国会大退步，过去数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程序不正义在韩国瑜领导的立法院发生了。韩国瑜上任立院院长不过3个月，就让立法院大倒退30多年，前所未有的黑箱桥条文，表决前最后一刻，国民党、民众党公然的黑箱桥条文，还说这是最高机密。在整个国会扩权法案的审议过程当中，民进党的法案被丢包，没有办法在委员会并案审查，也没有办法在最终如我们要求的并案协商。在整个委员会讨论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被逐条讨论。国民党吴宗宪招委召开的党团协商也不过是草草的过水，全文60多个条文，他只协商了4个条文。正因为黄国昌一人的离席，就让国民党吴宗宪招委宣布有在野党离席，今天协商到此为止。让我们更气愤，柯建铭总召多次代表党团向韩国瑜院长要求，主持表决前的朝野协商是历任立法院院长应当承担的使命及职责，但是韩国瑜院长拒绝协商进行逐条的讨论，就让国会扩权的法案坐特快车，直接在大会上强行碾压。更不要说表决的过程，用过去35年没有再进行的举手表决。国民党在带风向说委员会审查也是举手表决，那是因为委员会并没有表决器这个东西。我们也看到在整个举手表决的过程，不理会民进党提出来的清点人数，以至于发生了数次举手投票的人数跟在场人数都不拢，这就是坐票的行为。
所以从程序不正义到审查不公平，议事不中立，表决一路坐票坐到底，民主已死，国会沉沦。民主进步党在这里沉痛的控诉，我们也会以具体的行动向全体人民来彰显捍卫国会程序正义的决心。我们现在由柯建铭总召向大家做报告。各位在场媒体朋友，各位全国人民，民主进步党今天在这个地方向国民党、向民众党、向吴敦奇、向黄国昌、尤其韩院长以及柯文哲以及朱立伦所成立的麦台集团提出最严酷的指控。此时此刻，台湾的民主堡垒在我们背后的一场，我们感觉已经是中国人大，我们感觉已经是香港的立法局，你们联手违宪乱政，扣国会扣钱，而且甚而没收民主，没收国会，国会已死。这样说，我们的国会已经香港化，各位，接下去就是台湾的香港化。哎，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台湾，这不是国家级危机，什么是在国家级危机呢？国家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呼吁，韩国瑜就在你一念之间，你一句话可以改变所有的一切，继续协商，继续重来。没有讨论就没有民主。昨天是赖总统上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的演讲，对全国人民的演讲，就是民主繁荣新台湾。75年前的昨天，民国38年，我们台湾有全世界最久的戒严，总共38年。多少台湾人，三代的台湾人牺牲奉献，数万人，好几万的台湾人牺牲奉献，弃夷子散，然后啊，才赢得到国会全面改选，让台湾的民主能够在国会上实践，成为华人世界最傲的民主国家。但是今天这一切都毁了，都毁了，这一页要翻过去的。各位，这是危言耸听吗？这个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不可逆，已经走上不可逆。我们这么多年来，民国86年民党成立，到2019年，总共30年来，我们在立法院举手所有的表决，好几万次，不管在院会、委员会、程序委员会，从来没有成功过，是好几万次。但是呢，我们手举得非常直，我们非常骄傲。所以今天我要告诉这些麦台集团，我们要求的只是一个，让台湾的国会不能死亡。我们要求的是韩院长，你依法依职权行使法。然后我们要有程序正义，经过讨论、经过协商，表决输了，我们不行。我们输了表决，但是我们一定要赢得论述，赢得民心，这是我们最前面的要求。假如以后的国会都是如此，凡是抽出金额图，或是一个月以后马上表决，没有讨论、没有协商，这是含的民主吗？这国会已经。这样的定型化，国会就死亡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代表民主进步党，向所有的麦台集团提出历史的三大拷问。第一个，民进党
民进党主张程序正义，主张要讨论，主张要讨论，要协商，要民主程序。这个我们这样谦卑的要求，有这么困难啊？再过几天，我们好好协商，这表决书我们没有问题。请问这个有什么困难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们麦台集团在急什么？二十年是你的设定的 agenda， 一定要在无论如何在赖总统上任的时候，要把完全践行你们的麦台行为。这是谁交代的？请胡文琪讲清楚。这是习近平交代的吗？这是王沪宁交代的吗？你们为什么这么急？急什么呢？再过几天好好协商表决，我们还是输。但是我们坚持，表决输没有关系，我们要赢得论述，赢得民心。这是我们第二的拷问。你们在急什么？麦台何太急？麦台何太急？第三个我们要拷问的就是说，国民党和民众党，你们这么辛苦选立委，你们这样像是辛苦选立委进到立法院，你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卖台吗？为的是站在国家的对立面吗？为的是破坏民主吗？那到底我要问你，你们选举是为什么？请你们好好答复我以上三大历史拷问。我希望任何一个国民党在这个三大历史拷问的时候，都能够站出来跟我们辩论。所以我再告诉国民党这些卖台集团，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做民主，你没收国费，你们可以摧毁我们被迫最宝贵的民主城堡，但是你没收不了民心，你没收不了民意，民意必将反扑。最后在这里，在最后的呼吁，韩院长，就在你一念之间，抢救国会。现在的时间是8:38，再过21分钟，今天的立法院是要像上周五一样重蹈覆辙，再暴力国会，或者是韩国瑜院长听见民主进步党以及社会人民的诉求喊话，继续协商，让法案回到讨论的平台。民主进步党，我们反对暴力，我们要与爱，我们要以爱与非暴力的宣誓来坚守台湾的民主。我们请众嘉宾委员为我们书写出台湾人民共同的呼唤。众嘉宾委员这一次是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召集委员，负责排审民主进步党版国会改革的法案，但非常的遗憾，只要是审查民进党的国会改革四法，包括立法院组织法，包括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以及议事规则，只要是中嘉宾交委排审的民进党版，就被国民党发动散会，前后五次，以至于民进党版的国会改革法案迄今没有办法进入审查的时程。反之，在国民党吴宗宪交委排审国民党的国会扩权法案，蓝白联手一次次的坐特快车，直接进送协商，但重点是送协商却不协商。所以今天这么多公民朋友站出来，他们的诉求非常的清晰有力，反黑箱、反扩权，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反黑箱、反扩权，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现在我们看到钟嘉宾、招委为我们一字字坚定地写下一笔一画，是对于国会沉沦最沉痛的控诉。钟嘉宾所书写的是反扩权、反黑箱、要审查、要协商，就是这是民主进步党坚定的诉求，也是对于稍后十八分钟即将在开启的立法院院会存在韩国瑜院长的一念之间。来，我们民主进步党团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为人民一起来呼喊我们坚定的诉求：反扩权、反扩权、反黑箱、反黑箱、要审查、要审查、要协商、要协商、反扩权、反扩权、反黑箱、反黑箱、要审查、要审查、要协商、要协商、反扩权、反扩权、反黑箱、反黑箱、要审查、要审查、要协商、要协商、反扩权。反黑箱，要审查，要审查，要协商，要协商。现在韩国瑜院长正在他的院长室，我们在喊的大声一点，反扩权，反扩权，反黑箱，反黑箱，要审查，要审查，要协商，要协商，反扩权，反扩权，反黑箱，反黑箱，要审查，要审查，要协商，要协商。我们清楚地说出我们的主张跟诉求，希望韩院长能够在最后的十七分钟做出清楚智慧的决定。我们稍后民进党团会非常有秩序的，我们依循着我们的议事程序，我们坚持着民主的应当有的程序正义，我们会坚定的步入议场。大家也可以看到民进党，我们没有任何的护膝护具，我们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武器。民进党反对国会暴力，但我们会为真理而战，我们会为程序正义而拼搏。那我们现在让媒体朋友拍摄一下画面，我们再喊我们再一次我们的诉求：反扩权、反扩权、反黑箱、反黑箱、要审查、要审查、要协商、要协商、反扩权、反扩权、反黑箱、反黑箱、要审查、要审查、要协商、要协商。好，那媒体朋友，我们即将转身，好，大家也可以逐步移动。好，我们要往议场里头前进。来，我们后退，我们慢慢走，没关系啊，因为。对，我们也可以带到议场里头哈，啊，让来我们慢慢来，我们同仁我们慢慢来哈，因为媒体朋友可能要一点时间移动，好不好？大家不要挤，不要挤，小心安全。两面记者，哎、欸，不好意思，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两面记者，请快一点，谢谢。我们就一列一列，然后大家都有拿到木条吗？没关系，我们先哈，我们一样来，都准备好了吗？手上木条都拿好了吗？有。明姐有哈。我们就继续进去，我们继续喊哈，民主已死，民主已死。要审查，要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